是你比这些证券名称要哪讲啊？证券名称，边城市场啊，边城，边城市场，或者说越南话都叫边城。哦，这就是市场的意思。The Benton 啊，啊，这个所在是，这个所在就是当初以前我所有买卖以后边，迄就是菜市啊，传统的菜市啊。啊，头前即卖就是一挂卖一挂纪念品啦、衫啦、纺织品啦的所在，啊，一挂木制品。是用假。哦。当时好，啊，可能挂三工。啊，迄个人也爱去 iPhone 咁真呢？我人做这种偷懒的无。哦，啊，人家自由职业，我看见。社会的做起来，我咧看一领上特别衫，另外迄个黄色的无，迄个是迄电线无，哇，一个写塞工 traffic， 万多拉多少？万多拉多少？万多拉。嗯。好，这些东西。看来我去上工啊，就。哦，这段后边开始就是我农产品，哦，伊个南北款。这鱼皮哦，哎，鱼皮，鱼皮拍干嘞才吃。哦，腰果这种的哦，腰果，迄个、迄个青，迄个腰果，迄个嘞才吃。那你今天大粒不？哎，你今天大粒，但是无巴，无好巴。哦。这好哩吗？甜，甜哦。甜。烧出来啊！哇，这烧的是生蚝，哎，哎、啊，这是血蚶，来，啊，迄种迄个，迄做落来，迄是河鲜，拢是河鲜。啊，这是煮啊，是啊，不是。拢会使用烘的嘛会使，啊，用迄个用炒的拢会使，啊，有盐盐迄个就盐用盐的。阿妈咱常有食，有可乐。哎，我人拢爱食有贝壳类。哎，伊拢爱食贝类。啊，叫做河鲜哦。这是河鲜啦。鸭仔蛋，哇、哦！你看，这个鸭仔蛋，嗯，哇，如何？这什么鸭仔蛋？鸭仔蛋，这是越南的鸭仔蛋。哎、嗯，对哇、哦，嘿，已经看到出形了无？嗯，啊，遐是用盐来煮的，控。哦，啊，对哇、哦，我看到搞得蛮惊。看到伊个啊，啊，这越南人做回来咧食，一天食两粒，跟越南人做回来无咧食伊个。我人人做回来无咧食饭，就拢食济啦。我人们有毒酒，内底有蛇、鸭肝、蝎子，哦，啊，迄个，佮有一挂，反正就是拢有，拢，还佮有人参。啊，这是食啥呀？这是食身体健康、蛮舒服的，食了会变变个。一支软软变成条啊呢？35万一吨。35万一吨哦。哦。哎呀，这咖啡变哪算？啊？咖啡哦。这是迄落，这个是越南咖啡。越式的迄个绿咖啡绿壶啊呢。哎呀。啊，你个咖啡粉放来了，小弟冲嘞。对啊，你袂记个。较早卖第一时的较少，雕塑咖啡，哦，雕塑咖啡，嗯，好啊，你落嘞，你老落，我一只拿个，啊，我听我是听讲行家咧，金咖啡拢是直接摕起来煲，摕来煲安尼哦，啊，个煲落去，嗯，那个什么咖啡？这当梅子，当梅子是伊个高山的咖啡啦，当梅子哦，当梅子。高梅高，邦是迄个乌托邦的邦，高伊个梅，属是迄个属什么属？高梅属是一个山啦，山顶的名，一个地名。啊，遐咖啡是算在高原咖啡，算高山咖啡啦。高山咖啡。那台湾的高山茶意思。哦，而且较浓哦。嘿，这迄个味道跟迄个。啊，我用啥用煮的呢？浓。要算公斤的哦。三百四。
半磅起，然后一磅。没有，它算公斤啦，它算公斤的啦。公克啦。六万五千。一百公克啦。一百公斤啊。一百公克啦。一百公克，六万五千。一公斤五十万月盾。一公斤五十万月盾。就是25块美金。25块美金。对啊。收了哈。不，啊，这我现在是要分是。不呀，我差不多开70-80万吼，买咖啡，啊，要倒转来送给台湾的亲戚朋友，安尼有大出手无？不过免心酸，我讲的是越南盾。故事还袂煞，听讲美国总统克林顿嘛来过这。Former President。就是克林顿来越南拜访的时候吃的河粉哦，在这里哦，哎，就是在这里。我就是外口这搭嘞，我讲这我2000，哦对，这间哦，哎，对这间。所以，哎，讲到安怎？讲到变总统，哎，搞出。